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。我们是穆司令麾下，负责押送物资到前线。你干什么？老子是第二十二师第二作战部队李大壮，运送物资。证件呢？你证件呢？证件，老子这张脸就是证件。你可着顾司令的部队找一找，能找着这么寒碜的脸吗？巧了，好好看看少爷这张脸，你可着顾司令的部队打听打听，有长这么漂亮的吗？少废话，证件。好，跟我玩硬的是吧？来，给掏。来，看仔细了啊。看来还真是自己人啊！得罪了啊！那嗨，枪都收起来。兄弟，贵姓啊？鄙人姓周，周继礼。上面还有个女队长，姓顾。哎呀，周老弟，看来你这是搜集了不少粮食啊！兄弟们正好都饿了，给兄弟们弄点吃的吧。这嗨，你还真问到点上了。整个台原镇，别说粮食，我连根毛我都没找着。来，我那帮兄弟正在外头掏地沟呢。周老弟，你这征粮的手段太差了。这你得跟我学呀，这征粮你得抓大户，你知道吗？把那个镇长给我押出来。是。哎哎哎，别忙活了，死了。死了？对，死了。没事，还有族长，把族长给我找出来。好，族长也没在这儿啊。快，兄弟们！乡亲们，你要是救他们，抢来给他们拼！报名想造反，举枪！谁敢动这个反？别爷爷，我是族长，今天是我带他们来的，你要抓要杀，冲我一个人来。哈哈，老东西，我正找你，把所有人给我轰出去，把老东西给我绑屋里去。绑了。